现在都没有风，你放得起来了。好困人。妈，你看我的口标厉不厉害？嗯。厉不厉害？我的口标。你就整天叫伯伯去买玩具，收拾你。收拾就收拾啊，是没？那我收拾了不？嗯，那你要说收拾就收拾的，那你又不给我收拾？弹你的，我弹你的奥特曼。弹呀弹呀，我弹呀弹呀弹呀，来呀！开始。妈妈，我弹你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弹你不？飞起来了就要慢慢放线啊，不然它就飞不高。厉害了！又从这边跑上去。静静，从这里跑上去。你要另外一个手先拿住那里，等它飞起来你再放手，不然它就会拖地。妈妈，我对你厉害了，你最厉害。跑困人，这样放风筝跑困人。好，那到你上去跑下来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哥哥，没说你。灰灰哪里跑得快？平时都懒运动。你这是拖着风筝跑。妈妈，我厉害的。嗯，弟弟没有你厉害，哥哥厉害。我跑的时候摇它，那个风筝它不动的，飞不上去。你跑得不快。人家哥哥跑都会飞起来，你跑的风筝就拖地。曾祥辉，我就打篮，把你弹过边去。你还挑衅我，姐姐你的还是没飞起来，人家都拖烂了。哎呀，弟弟你挡住了。哇，哥哥好厉害，每次都能飞起来。停了停了，卡住那里了。妈妈厉害吗？妈妈你来呀，来砍我。妈妈我要你，那你砍我。嗯，你好厉害。妈妈那我厉害吗？你不厉害。我就厉害。你的导弹厉害。妈妈在的在的在的。你不要拿你那个痛的手去碰哦，等一下又碰到你的手，听见吗，静静？停了，他拖地你就别跑了，我帮你举风筝啊。你都不帮我。我先帮姐姐先。妈妈，好，不帮我的。陈祥辉，你在堵他挡路，等一下就撞到你。我帮你举。这个是。好，三个是。往这边跑。挡到那个，打到那个围栏了。灰灰，你让开！不要转！郑祥辉，你在那里挡住哥哥跑了。
过这边来。你哥哥要往外面跑一点，不然会打到那个围栏。过来，拿过来，我再帮你起飞一次。我在撞他，你在撞他，你好贱啊你！好，停了停了停了，你困吗？都满头大汗了。好，哎呀，好快呀！阿杰不，姐姐不会，姐姐也会，姐姐的线打假的，我来帮你解。小玉站过中间一点。小玉，等下你就打到。跑！哎呦，你还会转弯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停了，停了！你一转弯，它就下落了。帮我！你跑那么多次，你都不累呀？你看看你满头大汗。来！你干嘛用手擦？用手擦不可以。你用手怎么擦？你看，我画了你的小泡泡。你画什么？小泡泡啊。小泡泡啊。你看。你都没擦干净，你就化了。用这里擦。都擦几遍就干净了。妈妈，我只这个。哈哈。再画一个手表，我看看。表带不够粗，画粗一点。好的。你再多加一笔，它就粗了。喂。那中间的那个针呢？中间的时针你没有画。我要画叉叉标志。啊？画叉叉标志。叉叉标志啊？你这是什么手表？看你那个手表，都不像手表了。我要画叉叉标志。